哇，满满的花莲排队名店，年节伴手礼全都在这耶！还有传统南北货、农渔特产品，共有90家摊商共襄盛举。113年花莲年货大街开跑了，2月3号到8号，每天下午5点到10点，在花莲日出大道，还有满额好礼4重送，抽 iPhone 15、家电等超多大奖。详情请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脸书查询。花莲县政府广告。